我是林娟琪，我是代表智能厨房。那我是在食学院上面，是未来会负责的是社区组照顾者。那我主要的负责内容会是规划有关医护人员跟医保局的饮食跟主食上的课程规划。以上，谢谢。那接下来是我自我介绍，我叫郑美芬，本身是一个护理人员。那因为因缘机会认识了就智能厨房。那我现在这样子在一个英法乐师塾里头，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做一个串联的工作。以上，谢谢。来喽，今天沙婷请假，我代理沙婷来做自我介绍。沙婷是那个网络行销的顾问。那他的强项就在于努力的小编，他自己也是网红，也是模特儿。那在我们创造团队里面，他就担任在帮我们建立 MV 粉丝团以及网络行销去导流推动然后并且曝光以上。下一位又是我大家好，我是新源，我是地表最美造型师那个美妆造型找新源，男的帅得像明星，女的美得像名媛，这是他的 slogan。 那新源呢，在这里就是在主要是里长开发，就是去对接里长，去邀约里长来认同我们，然后并且去请里长去发布，去邀约他们的里民进来跟我们来开厂造说明会，那来协助那个里民能够取得居住员的证照。那以上，谢谢。然后下一位，请我们的云飞顾问。跟这个师塾有相关的成员的自我介绍，那我们。